一个优秀的男人得敢于去征服一个一般男人征服不了的女人。当帅气纯情男遇上最有个性的野蛮女神，这种无聊的人就是要给他们教训。校园恋爱攻防战，甜蜜开打。我一定要追到张远，让他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你说你男生都是拿下巴去操？我是认真的，因为像我当你的男朋友，你是一个好人。青春未解的爱情习题，我爱你。我的播音系女友就在静天映画。